你也刚去韩国，对，哦、去一样领奖，领奖，哦，对，领奖，恭喜！然后也有宣传那个悲伤，你不是碰到润娥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润娥，哎，对啊，好妙、啊，对啊，润娥在我面前说她很想跟以豪合作，哦、真的、啊，没想到两个礼拜之后，哎，他们竟然就在韩国，哦，缘分，缘分呢、欸？谢谢谢谢。他的中文是不是你有没有吓到？有吓到，完全不用翻译哦。他超强，他虽然有戴耳机，哦、但是他的速度是根本连耳机都来不及的，他就已经回话。对，标准 OK 了，但有些字可能就真的听得懂你在说什么。对，就是他听得懂，他可以马上反应，他不用等耳机，他是立刻。对，所以真的很谢谢他，在 AAA 的时候，帮你因为他跟我坐我旁边，我不懂听不懂的他都会跟我说。真的、啊。所以我也很抱歉，就一直问他，或是他告诉我。哦，他变你随行翻译、啊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一个巨星。不是啦，你把他当口译啊。我不要，我说谢谢他，你把他当口译老师啊，告诉我很多我听不懂的地方，谢谢照顾。不会了，他人很好，我觉得我死了，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。来吃啦，吃啦，哇，这也好可怕、啊，越描越。韩国有很多刘以豪的粉丝，韩国市场也靠你了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哦，婷婷呢？请润娥看。哦，哎哎，什么请润娥看？请他包场。喂，以他的身价还看的，对不对？十二月十二号，你们有留下联络方法吗？有没有联络、哎？太好了，请他包场。哦、毕竟他是你的口译人员嘛。不是、啊，应该要支持一下主人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了好了，大家交流交流交流。交流